来，各位，你们最期待的 App 终于出了，好不好？但是那个积分请他稍微等一下。可是友军他上架嘛，所以呢，有一件事情完蛋了，请赶快找回你们的 QR code， 好不好？我要先说一下，我不知道怪他，但是呢，怎么这次有一些 QR 改地方啦？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暴力在后期没有认真在刷啦。我先跟他说明一下，常见的抽抽包嘛，无论是六种还是三种的，基本上呢都是属于这种 QR code， 绑在这说明书里面的。大盒的这一种，基本上 QR code 也是绑在我们的这个说明书里面，包包的 QR code 也是绑在这里。但是呢有个小问题啊，就是这种小盒的呢，它的 QR code 竟然是给我放在盒子上面，好不好？所以到时候你这一盒里面哦，它的说明书这一包里面是没有那个 QR code 的，因此呢，赶快去找你们的盒子吧。我真的快中风了，我的天哪！这是我个人的疏失啊，也不能怪他。他们这次 QR code 绑掉都不一样，这种小盒的全部都是绑在盒子上面，这种三合一、多合一的是绑在说明书上面，抽抽包是绑在说明书上，所以呢，并不是跟往常一样，全部都是绑在说明书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盒子大概少了一半呢、啊，没办法、啊，但是至少这两盒比较贵的有在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抽抽包少三个，我另外大概一直找到了一些啊，所以呢我有点心痛啊，这样就是等于是少几次拿到限定图的机会。所以呢，这算是第一个点跟大家说明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转到 App 测试的一个画面好了，这样跟大家边讲边聊。X， 哇，好帅啊！这个开机画面是非常非常之不错的、啊，很赞很赞。这个画面就会先帮你自动办一个账号啦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，外包装算在每个国家卖都一样嘛，但是呢 ，QR code 是仅限于当地国家，所以到时候你这个账号选择好你要的国家之后呢，就再也不能换了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明一下。然后别国的东西也扫不进去，因此呢，这些都是属于独立各国一个东西，蛮正常的，蛮正常。毕竟你是要买他们家的东西啊，有扫才会有点数啊。再次来到初次这边，我先随便扫一个好了，我扫一个03。喂，好帅哦！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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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个画面很帅啊！哎呦，黑色的骑士长枪，哇，这次这个 3D 图好像当年我们在玩那 Baby 游戏的哦，不错啦，不错啦，不错，知道他们在额外制作啊，蛮赞的。然后呢，变成是 GB460 啊，扫没成功。然后呢，我1400你这么多。OK， 这样我们就获得我们的战斗陀螺啊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到这个界面的嘛。这个界面的话，基本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。哇，怎么帅啊！这个话基本上就是你每次一拉屎，射几次可以获得两点，每周最多可以累积100次啊，一共200点这样子。哦，它这个登录的一个每日任务啊，哦，这个很棒，首次扫描1000点。哎呦，我们好像可以，哎呦，这种任务可以解啊，哦，蛮赞的，蛮赞的，蛮赞的。然后呢，再次有一个射击训练场，还有云端对战，这么帅。然后呢，再就是陀螺的登录型号啊，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只登录了一款，哦，这次非常非常多哎，哇，金丝也在这里面哦，00的金丝哎，好像是目前这一次一个限定吧，然后再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算是冠军的璀璨金啊，非常帅，这应该也算是很难拿的陀螺啊。哦，法老的话，法老近期也发售，有兴趣可以搜一下，因为它零件是蛮丰富的。哎呦，金恶魔红脸哎。这个金恶魔红脸，我记得好像也是在这一次的一个名单之内啊，可以有机会可以抽选到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前面的话就是公告的一个部分，我先扫个几颗好了。然后我们来扫我们的苍龙暴刃，哇，好帅啊！这个界面真的很帅。哦，苍龙暴刃，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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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整体人很帅耶。是的，没错。OK。1980，哇，他们这个 app 其实做得很棒哎，我觉得玩家很有临场感。我蛮好奇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，我们来玩玩看好了。射击训练场，哦，原来这个是信号系联动，那这个我们之后再研究一下，好不好？蛮酷的，蛮酷的，就是那种虚拟啊、云端这样的玩法，但是你却要真实的发射才会有那个效果，还蛮酷的，还蛮酷的。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测试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大概只能玩这个部分，抽我们哇！这次是这个首发三个，苍穹跟我们的金镰刀跟我们的金丝啊，嗯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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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000点可以消耗一次哦。我们刚才登录两个，其实蛮佛的挑战。Where they get battle？ 哇，好帅！哦，来了。OK， 对上是我们的恶魔红脸啊。请问他们盖条自己按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哦，很帅，很帅，很帅。哇，可惜了，这次直接写 bad， 那应该没有救了。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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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 ，X dash， cross dash。哦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哦，来一波必杀。
哎 ，boom！那这样我会获得东西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喂哦，好 P， 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射击点是票券。哦，还有，我以为我要获得陀嘞。啊，那个其实做的临场感非常非常之强，跟动画很像，不能说很像，真的完全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炫啊！它应该会有，就是完美射击的，我觉得。来看一下。哦，他一开始就要按啦，所以有机会是可以按到满点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差不多只拉了一个中偏高速吧，没有到顶速啊，稍微可惜。那应该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哦，跟动画一模一样，我不能说这一次动哇 bad。哦 ，final attack。有，来 ，X dash。哇，这跟动画一模，真的好帅啊！来！呀！完了，我怎么感觉这次我们会飞走啊？哟！哎呦！哇！哇 ！Spin finish 而已。好像要 X Story Finish 才有大奖吧，我觉得啦。哇，一样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嗯，这已经是优惠券。这次完全认真。OK。OK。啊，可惜，完了。哇，但是这发射真的好帅啊！来。有，把恶魔那个击飞 ，good， 有，来，再 ，great， 有，来 ，final extermination， 有，来了 ，extermination finish。X dash， 哦，这次感觉好像很强哦！哇，闪电！哇，只获得了一分。可惜了，我刚想说连续三次应该很机会很高了，可惜了，唉，哎，给我 P， 来，OK， 来，完美，哦，没事，怎么这样？可恶，来，第八。欸，其实胜率蛮高的，我之前玩之前旧版的，基本上那个动画很差，而且一下就结束了。嗯，这次的动画是不错的，完了直接进入 final， 我觉得这次没救了。没事，还是有机会三分的。嗯，刚才没有出现 X Dash， 应该就是差这个。如果该出 X Dash， 应该就出现稀有陀螺了，我觉得。可惜啦，但没关系，应该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一，该不可能输吧 ？OK， 哇 ，finish， 可惜啊。哦，但是很精彩就是了。哇，又是票券，还以为会有一个新手运呢。
哎，可惜啊，票券。OK， 这个的话差不多就是它的模式啊，蛮酷的。哎，真的，不如说你买陀螺又可以玩这个动画，我觉得真田是非常非常之酷，好不好？比起当年是好太多了。另外，我发现它有一个很酷的东西，云端对战这件事情，它这边有一个很方便的系统。如果假设你有登录很多陀螺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可以按一下我们的编辑队伍啊。在这边你可以选择你的 A B C 队。如果假设你有登录陀螺的话，对我刚才登录一些，基本上呢，你会发现。这边可以编辑你自己的队伍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很棒，这样也很方便。就是你觉得哪个配置很强，你也可以在线下测完之后，你也可以登录在这边啊，登录在这边想到时也可以稍微用一下这样子啊，这样就不会在你比赛时太凌乱，然后忘记要什么东西啊。OK， 毒瘤配置完美，这样的数值是攻击力减54，防御加24，持久加55，哎，然后速度减25，耐久度减25，耐久度怎么可能减25啊？这个数值本来当年就是跟暴力赛一样，关定的数值总是跟玩家玩起来总是很奇怪，像当初的 VL 走一样概念啊。X， 还有各位，今天的话就算是时间有限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暂时大概只讲到这里啦。因为呢，有鉴于这个 app 这几天才刚开而已，所以呢，再加上通行证目前还没有翻车，可能要再稍微等一点点时间。我又基本上 app 出来，然后又是只能刷中文地区的，就台湾地区的 QR， 基本上你可以确认出它已经在货仓里面啦，只是就等发售而已。基本上它那边多了很多系统，像比如说你可以编辑自己的队伍，然后做个资料跟强度的检测，并且还可以抽陀螺，其实主要是抽陀螺。哎，这次动画真的好帅，所以呢，整体我觉得玩起来是非常非常之不错，好不好？而且我很好奇它加入我们。的通行证之后呢，每天拉或许还有一些特殊游玩内容，但是稍微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这等于是就是有点像是元宇宙概念，就是让虚拟跟实体然后做完美的联动。没懂了吧？我们这么多，我们明天就来一个终极的50连抽，好不好？看50连抽，总该让我抽到一点东西吧？应该啦，希望啦。虽然仓鼠的我们介绍过，但是我还想要再一颗。然后再就是它里面还有限定的两颗金色陀螺，如果全部都能抽起，就超爽吧？这样子可以帮大家做个开箱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吧。好了，所以呢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 Baby X 的一个 App 的一个完整测试，好不好？入学千万代表小姐，拜拜。